22。倒了几个瓶子？两个瓶。哦，倒了两个。好呢，好，现在呢？倒一个瓶子。嗯，对，倒了一个。倒了两个。倒了。好，剩下几个瓶子？一二三四。哇，那现在剩下几个瓶子？两个瓶子。对，剩下两个。剩下一个倒了。对，剩下一个还没倒。然后呢？现在全倒了。还要倒保龄球。还要倒保龄球，那要说什么呢？请怎么样呢？请买一个瓶子。好，剩下几个瓶子？剩下三个瓶子啊。好了，那现在还剩几个瓶子没有倒啊？又倒了一个。倒一个。现在呢？全倒了。还倒一个。你喜欢打保龄球吗？有。好。妈妈没有保龄球。要说什么呢？请摆保龄球瓶，是不是？请摆保龄球瓶。好。